有。你要干得好的嘛？你关灯啥子啊？有人。我要给他插秧歌呢。再见我的爱。盘点夫妻骚操作，尴尬场面。我可以不？嗯。你这是那个媳妇儿相亲的请小包都包，想干啥子干啥。男人嘛要勇健噻。我晓得媳妇儿，是猪电话。哪里？干啥子？放哪？大哥，嗯，人家的网名都叫擒贼先擒王先生，实力不允许先生，导演你别送先生，嗯，我姓张你也给我取一个呗。你叫一点不紧张女士，一点不紧张女士，好名字。你干啥？小孩都没在家。没在家没在家，我都不知道没在家去了。小孩没在家，你给我整整点事情，你除了弄我一身口水还能干啥？有人。你比一个送顺丰快递的都快，大哭我又没有本事哄好我。滚吧。脱掉，没挨到电梯贴了。帮我内衣脱掉吧。不要，今天真累呀。帮我内衣脱掉。亲戚感染了，母汤。皇上，请翻牌子。请皇上再翻牌子。请皇上考虑好了再翻牌子。谢皇上。挑战365天不碰女人。今天第一天，睡沙发。你别笑，一天净整那事儿，想要钱直说呗。给。挑战3天得了，给都给。挑战失败，来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孩子睡着了吗？哎呦呀！老公，孩子睡着了吗？老公，孩子睡着了吗？妈妈，爸爸睡着了。你信不信我整死你？啊，那个娘哎！老公，来把握点吧。我玩游戏呢。你快点的，一天干点啥磨磨唧唧的？你自己擦吧。快点的。屁亮啊！宝宝，嗯，穿的睡衣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咱俩都在一起7年了，头一回回来开旅馆，然后呢，还送了一套这么好看的睡衣。嗯，咋的？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得让我伺候宝曼的7年？哎哎啊，7年了。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？咋了？哎呦我的妈！
烦的。你是阿七呀你啊？是心，越干越忙。明白干净。脾，干净。肺，还有点什么？你肺不好，你去检查检查。少抽点烟。你是肾疼吗？疼吗？疼不疼？不疼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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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写的什么啊？丫家给骗色是吧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啊。你知道你现在和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？成熟了，帅了呀。不对。那什么你说，你年轻的时候很厉害，就是自己摔倒了吧还可以自己爬起来。那我现在不能自己爬起来？不能，你现在都得让我扶你一把。我也算你没点什么好屁。上次从板凳上摔倒了不是我扶你的？滚，自己都起不来了。滚。下来干啥呀？快点的过去。干啥呀？上来呀，快点的呀。听一首老情歌，心儿一荡漾，想看你看的月亮，梦里的天堂，好像化成白月光陪在你身旁。你这么着急？你好了吗？想喝一样的酒，想祝你的绽放。不是好吗？没啥不好的，是的。为你舞过妆，想听你唱的情歌。放啊！亲你的脸庞。熊出没更新，咱俩看的快点。你不傻逼吧你？来来来来，我最后再讲一遍啊，冷了接枣啊。先把这根撩起来，看见了吗？再把这根撩起来，然后固定下来。嗯，这个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瞄准对着这个眼儿刺，知道吗？别来回钻圈的刺，别刺外边，听见没有？眼睛歪曲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啊，看到没有？第二次，第二次。还有啊，我发现你一个问题，要不然你就拿手捏它，要不然你就夹它。怎么还玩票？还大不可调的呢？你就是个贵人啊！知道吗？给他拧干了，一点水都没有了。嗯，明白吗？嗯，再把裤子脱，完事以后看看这边上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汗眼，知道吗？有咱擦擦，擦擦，哎，抹上一把，行吗？抹上一把，会了吗？会了。学会了吗？会了。再学不会啊，我大波一会儿就算，大波一会儿就算。嗯。这是什么造型、啊、宝贝挺别致啊。上厕所去，给刚扭完了。哎呦，那扶老起来玩那么花哨啊，还上厕所。走可厉害了。走啊。四开的，你们你别笑。真的？嗯，舌头啊。啊啊，你干啥呢？这不就不用洗头了，直接吃了，你们这样。你吃吧，惨不忍睹。舒畅啊，信
就巴掌。